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小卒中被怜，从心深处思利他，恩常尊他为最上，一举一动观之心，真担烦恼出门生，为爱之日当人事，25页，那既然我们讲波罗蜜，那在经典告诉我们，那什么叫波罗蜜呢？那基本上你就要符合后面这30条，那你所做的才叫波罗蜜啊。所以修学佛法，各位要细，然后把这个细变成你的禅修，那你的禅修变成你的生活，我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符合波罗蜜？广的来说，就是大悲心、空性、发起菩提、善根回向众生，叫波罗蜜，你能够自利利他。但是微细的来说，那你要了解，比如说我讲前面4条就好，第25页，为民事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行故，说你在做了这个布施持戒忍辱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，乃是世间的福报，这才符合波罗蜜。第2，广大圆满如来自故，我们行波罗蜜是要成就佛陀的这种智慧，有佛陀的智慧来利益众生。第3，以有为无为不执着故啊，所以对外在的，乃是呢对于心态的有为法、无为法。无为法讲的是万法本来就是极尽无为的，但是我们插花是个有为法啊，但是呢，你要这两方面，你有无叫空有如意，你要善巧方便。第4，如实了知生死过故，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造成生死轮回的因，你要有了解这个生死的痛苦。那各位要慢慢的去分析这里面的道理，但是很重要，念一下串习力。串习就是你要背，你要经常念，就像各位念心经，终于背熟了心经，那你就不要浪费时间。今天让你坐车，
30分钟太好了，我来禅修心经哦，般若波罗蜜多啊，观自在菩萨，好好的了解心经的义理，然后呢融入你的心里，而且在修的时候你融入你的心里，达到一个暂时空性的状态，马上放光，跟你同车的人整个世界融入六道，把这个你思维般若智慧的道理来帮助别人，透过人用语言表达出来，透过其他众生用心，马上自利又利他，那你就没有浪费这30分钟的时间。但首先你要背，你要一直串习很熟，因为你念很多遍了，你也去思维过了，然后每一条怎么去修，怎么去做，那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不会脱离波罗蜜啊。所以我想下回我们受完菩萨戒，如果按照道理，就要办一个来波罗蜜禅修营，对不对？那禅修大家来修波罗蜜，但修波罗蜜不能光在讲堂修啊，修完以后我们就要回社会修了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波罗蜜的这种心态，这种菩提心的心态，用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反正有情都是苦，所以各位有情都有佛性，都有空性，所以各位要决心救度所有有情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叫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不是我来受菩萨戒，而是说我已经决心救度任何六道有情，包括杀死我儿子、杀死我爸爸，都要令他们达到就近解脱，我为这个在动。那你做什么事情就要开始绝对的为了要帮助对方才去做，而这里面不要有一个自私自我的想法啊！你越自私自我就不怕，就是不相信因果，只要有利他的心，那你就算受伤了也是消自己最大的恶业啊！你绝对不要怀疑因果，所以发菩提心一定要深信因果，不要攀缘啊，不要缠取啊，不需要。那有时候师父办个法会哦，怕没钱，好一点没钱是你的心被没钱了啊，是你的心态如果有广大心，那没钱有钱都无所谓了啊，只要能够利益众生，那你才会有感应。那我想各位这一点请翻到30页啊，干脆不要下课好了，讲不完了。这30页就比较容易了，华严经普贤恒愿品告诉我们布施怎么做啊，这种大乘的布施是怎么做，所以我们讲一下布施，后面都差不多了。所以诸菩萨显现诸佛往昔，所以菩萨就是要把每一个佛过去怎么行菩萨道了示范给我们看，而宣说菩萨种种妙行。所谓布施怎么布施呢？第一个，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往昔所行谈波罗蜜，所以各位永远要赞叹诸佛过去，包括我们的祖师大德怎么样去实践布施的，你要这样子去赞叹，这样去随喜，让别人知道这个是一种愉悦的布施啊，要普遍称赞赞叹，施者受者及所施物，并随顺相应行海，就是说。我们去布施乃至接受我们布施，包括我们现在就布施的东西，你还要能够符合空性不执着，但是又有方法善巧来配合对方。冬天到了你怎么可以送夏天的衣服呢？啊，天气冷要送那个热腾腾的便当，对不对啊？那你除了不执着以外，那你还要随顺相应这个菩萨行，所以一方面赞叹，二方面自己所做的都要符合三轮体空，而且大悲心。第二，示导一切坚令众生永离坚浊。我们布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说，我在布施，然后我成佛。我们是做示范给别人看。就像各位今天，我天天都在布施，我仁波切来了，是小学，这大学，那我就要拿三包红包，对不对？三包红包当然里面不薄了。对不对？薄的是不是没面子？你们要示范啊，供养仁波切，供养中小学，供养大学，都每次要这样供养啊。他们就问我干嘛？你天天供养，天天有功德啊，啊，怎么可以一天不做功德呢？所以别人布施给我，我就把它转出去嘛，转出去啊。
那别人布施给我，我转给别人，那也供养一个大福田。当然也让他们，我也这个善巧方便，我也让格西说，我天天布施，你也要天天布施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不是光等着布施呢，也不是说只有在家人布施，出家人不用布施呢，啊，也要用佛法来示导，不分在家出家，示导一切坚定众生永离坚住坚着，所以布施还要以法来布施，教化众生啊，就像你做爸爸的去跪去布施，教你儿子，你看一起跪一起布施，对不对？你儿子从小就学会了。所以成就舍心放下，各位，请问钱是谁的？众生的，反正就不是你的就对了。啊，不要有这个我的想法，要我今天也没有我的东西，成就这个舍心，常行惠，惠就是对对方有帮助，常行惠施，摄取众生令住无上檀波罗蜜。那这样，因为你经常在布施，也引导别人用无上心来成就布施波罗蜜。所以特别我们大家放生啊，做烟供啊，甘露施食啊，这最容易放大蒙山啊。我们台中是最多桌的，对不对？1000桌、2000桌啊，还有大布施。哎，那各位，你布施不是光自己布施多少，而是你要用布施去影响众生，也布施是让众生发菩提心。第三，显示诸佛相好功德，令得众宝庄严世界。那你这样布施，除了外向庄严，将来你的住家世界都庄严。站在人天福报，各位现在布施，你的天上的皇宫就越来越庄严了。站在菩萨道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希望所有净土都有你布施的功德，将来你成就了成佛以后，你的净土更庄严，令众生欢喜。所以即是依正所出生，应令众生爱乐修行。那你因为你布施就有布施的相，哇，你的家庭很好，你做事业很顺，你的外表也很端正，你的心里面没有牵贪心，然后别人就很喜欢接近你，学习你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行菩萨道不在于显现自己有钱没钱，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引导众生，